叶护作无人机为有效制衡战略对手，营造有力地区安全态势。俄罗斯近期多次并举推动无人作战力量建设。报道称，俄军不仅加快研发新技术，加紧作战测试，还加大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培养力度。俄军事航天科学院工作人员在军队赴两千零二十一军事技术论坛期间表示，甘愿以研发出无人机神经网络新算法。 作为试点，第一期培训课程将在梁赞高等空降兵指挥学院展开。